Hello，我是 Kai， 今天继续回来试玩游戏。这一次要玩的游戏名称为 Hungry Shark World， 饥饿的鲨鱼世界，算是蛮新的了，因为是上个月5号的时候推出的，如果没有错的话。我们直接开始吧 ，Play， 因为它也不让你选其他的鲨鱼。OK， 这里的话。我相信可以直接开吃，就是这个地图。那其实刚才我已经有玩了一下子，原本是在我的手机录制的，然后呢，可是录制出来就太过卡画面，因为我以为 BlueStacks 是不能玩的，不过在尝试了之后是可以了。那你现在看到，我是可以这样去控制啊，用 mouse 按住就可以。然后如果我要跑呢，是用 keyboard 去按。 OK， 电话刚才一开始的 feel 到呢，就是太过的震，画面很震。来来来，是人是不错啦，我觉得，因为有时候鱼那些有点难吃，不过蛮容易死一下，就是很快饿。我现在我一定要靠 boost 才飞上去吧，吃它。OK， 还是把它下回去，蛮少的，吃冲过去。啊，那个是钻石鱼，钻石鱼吃到吗 ？Yeah， you use boost， 用了冲了。而有一些鱼呢，就死都会吃不到的，就是你要体型大致才可以吃吧，它有限制。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还是我要走这里啊？哎哎哎，很难控制一下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不想饿死。哼，这方向我要怎样才更好呢？就是顺畅的去移动。有一个人的，我刚才往看，他跑去哪里？没有吗？是这些。OK， mission complete， 已经冲了千亿米。这边下去好像有什么怪物这样的，下不了吗？哇，够了咬啊！炸弹不能动，炸弹弄了就是。OK， 用这个玩其实顺过我用电话，哼，来。还是那边有人啊，有人吃。人类我不懂，他们是也是可以会逃跑的，他们。你看，就是你咬他，他会 escape 掉。然后如果这里太接近陆地，我不懂会怎样，是不是会死嘞？那个 mission complete， 2分钟30秒。可是要解锁新的鲨鱼不是这样容易，就是。他的分数要很高。OK， 哎呀呀呀，吃不到东西啊！现在乌龟。OK，That's、okay, great。吃这个 diamond 会怎样？快点，不间断的吃。那个水母是一定吃不了，碰它就哎呀呀。碰头就 ，Oh no no， 死了，这样就太快了吧！我浮身了，因为刚才看了广告，哈哈，它广告蛮长了，所以我直接 skip 掉了。现在我再继续，不过呢，应该是只能浮身一次吧。有试过，就是我第二次按，它已经不能让你继续玩了。吃，这个应该吃不了，鲨鱼应该吃到。下面呢，有，shit了，死了 ，critical health， 可以吗？哦 ，belly up， 死，不能了，所以我有4300，这一次多少8000呢？超过 ，OK， 蛮高一下，上次我第一次玩是98000罢了，所以我觉得是要继续的在同一个地图吧，
虽然我不知道钱那些买来可以买什么了，现在如果不是我就继续在同一个地方。有玩过的朋友也可以告诉我一些资讯，到底要怎样更快，又或者是可以买什么道具啊？这样就没有这样辛苦啊！是你，还有人吗？是鱼，是那些鸟嘞，也是有任务的，不过要吃5只，没有看到，冲过去，OK，鸟，我想吃鸟了，不过没有这样容易，它会飞，啊，是的，可是还不够了，还有一个就是精神了。有试过精神，可是不懂什么用，是不是这个中间那个线那个疤呢？难道是变精神水都可以吃？哼 来，我看我要下去这里，啊，这边呢，小鱼，螃蟹嘛，咬不到的这么。它黏着的关系哦，乌龟，喂，给我吃乌龟！哎呀呀，那个水母在这里。OK，这个也是很难吃的，那个叫什么鱼？它会膨胀的。谢老师，我死了！哈，不能了，太快死了，这样。吃完这些人，吃完了，哼哼，吃，啊，冲过来咬，咬死他们！哇，他们上岸了，上岸可能不能。这我变景色的，可以吃吗？好像可以哦，只是这么他们样子，这么他们变得好像金色的，什么意思？你看，难道有特别？因为我有特别东西的关系。冲啊！OK，好好吃哦，西北送。哈，这里很多鱼，很多鱼，我就可以做任务。OK，very great，人类呀、啊，死啦！其实电脑也是有一个游戏，也是那个是鱼吃鱼，从小鱼变大鱼，那个 Feed and Grow，我是知道了很久了，只是一直那个游戏，因为要在 Steam 买，就还没去试。来。这边有钻石会不会更多呢？为何这次会有这样的鱼呢？哎呀，我在那边纠结着，哼哼，快点快点，给我吃，给我，啊，转来转去，再用冲击，吃 Q 他们，啊，吃买这个吃到吗？哈。不要跑啊！哎呀，我要吃那个、啊，他跑很快一下，不能。OK，Survival bonus，Survival bonus 这个我不懂什么意思，有什么 bonus 哦？生存的 bonus 是什么来的呢？OK，very great 啊，吃到吗？好像给他逃走，没有吃到吗？这样会逃吗？哈，给我，这只很大，这一定吃不到。我觉得这个海龟这样大，嗯，死了。这游戏不懂是不是也是有叫 Megalodon 好像方舟那个鲨鱼的名字，好像有，好像，因为我看到有人叫哇哇，有这样的人了，吃死他！哈，我没有想到有，OK，竟然有潜水员玩那个人，潜水员吗？啊，Gold Rush，Gold Rush 讲哦，可以一直冲，不错好像，不过很快。Need M Shark 不能吗？吃不到，吃钓鱼了，
我觉得这游戏是应该是看你持久吧，就是可以顶多久，前提是你要一直吃啊。这个鱼这样鬼饿，怪不得叫饥饿，哼哼，这样饿嘛？哎哎，你可以动嘛？不要这样卡住。OK，跑不动啊！哎哎哎，这个 mouse。Saving 了啊，大佬，Saving 太快了吧！哎呀，我吃不到嘛。OK，还有吗？OK，鲨鱼是鲨鱼。哦，shit，太快了吧！这个再次浮身，来来来，哇，这里大鱼能吃吗？能吗？哇，这样快跑了，N 是什么？N 是什么意思？拼图吗？还是说，哇，这里的鱼快，没有这样容易吃到，要冲，要靠冲。你看他们很会跑，看到你已经 sense 到了。OK，吃这些，不懂什么来的，哈，可以吃就吃，人类，人类，可悲的人类。OK，哼哼。来来来，吃这些！哇，咬我吗？哦，shit，这次真的是，所以这边是升级我的这个鲨鱼，它是可以只是用这个金币就可以，不用用钻石。然后这一边呢，这一边这些是代表什么呢？是我的同伴嘛，不过全部都锁着。这个也是什么呢？Stun Laser，镭射，这个 Force Field，这个是地图咯。所以我买了，是不是可以去第二个地图？然后这个就是道具，有什么用呢？OK，加食物，这个就加2000 point，分数高一点。大概是这样。如果我要拿钻石，好像是要去，就是登录 Facebook 啊那些东西才可以拿到啊，如果没有错。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对我来说，这款游戏就是另类的生存游戏，因为你就是要一直吃吃吃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又或者是想继续看我玩下去，试用其他的鲨鱼啊，欢迎你按个 Like、Subscribe。我们下一个影片。再见，拜拜各位。